现今产业导向 AI 人工智能和机械自动化，而就业是青年必须历经的问题，创业就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选项。但创业的过程十分艰辛，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获得成功。这一次我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升旗山上的竹荣草生态公园，探究梁老板创业成功的秘诀。我们第一期的花园是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做了三年，后期因为某种因素，我们就搬过来这里。搬过来这里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开始打造，但是有了之前的经验，所以我们做起来就比较顺手，比较快。有些东西就是直接搬下来，能够弄的我们用回，不能弄的就没办法。而且已经开始的时候，已经物色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在脑海里面有那个也的概念，在这里弄起来的时候就跟那个设计图这样弄。 Monkey Cup 的旧址位于升旗山山脚下，这里的车子来来往往，有谁会注意到这栋小小的植物咖啡厅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Monkey Cup 的旧址。其实 Monkey Cup 一开始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么繁华与成功。就在旧店开业三年后，梁老板得到了搬去升旗山上扩店的机会。而早在这个之前，梁老板就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想好心中对于 Monkey Cup 扩大园区的蓝图。当机会一来临，他毅然决然地抓住难得可贵的机会，等到升旗山上建立 Monkey Cup 的新园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位于升旗山上的 Monkey Cup。 而如今映入眼帘的 Monkey Cup 美景，从地板到围墙，一砖一瓦都是老板亲自构思建造，包含园区内各种稀有的植物、动物，同样也都由梁老板亲手培育。如今 Monkey Cup 焕然一新，让原本只是毫不起眼的小小植物咖啡厅变成每日客人络绎不绝。梁老板能够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都是多亏背后有亲朋好友的支持，尤其是他的妻子，夫妻同心，一路扶持着他，才能够让我们如此大开眼界，犹如世外桃源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去见证梁老板的心血吧。今天我们难得来到这竹荣草公园，我跟你讲，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老板。那我们现在就来访问老板吧。梁老板是本身就是这个专业嘛，就是植物学这块。谈不上植物学，只是我很喜欢植物。然后从小就跟植物接触，然后从这里我累积的经验，那些外面的人脉，整个这个网络，所以我从植物这方面呢，我要发展的时候也是在跟植物有关系啊。所以你看我们说植物有没有种植者，有这是在中间是在批发者，有些是在门市买卖者，有些是工程承包者，有些是保养者，所以这个五个大区域我们都弄过了。所以当我要在这个深入旅游，跟这个植物有关系的时候，我就从这个五个领域里面找出一个平衡点。在外面，很少人会去想说，哎，这个五个领域都做了，我不知道做什么了。所以就是深入旅游。这个园区就是刚下午客人很多嘛，对不对？发展这么好，那当初想要做这个，其实我在从事园艺里面呢，我们发现很多园艺设计，当那个屋主买了那些新的汽车啊，然后改装屋子的时候，都把那个园艺区，我们当初设计的园艺区都推掉了，都弄平了，盖起水泥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可惜。毕竟我们把那个设计就只有他一家，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有自己一个小小的演艺区，然后有一些门票的收入能够维持我将来老退休那种生活，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概念。所以从那个概念开始，我就说，哎，外国人来马来西亚就要看马来西亚的品种啊，马来西亚的名产啊，所以我就找竹荣草这一块。
因为你如果你说我们种又郁金香，但是如果是到我们马来西亚人，哇，郁金香啊！但是对往外国人那些他们觉得是什么什么鬼？这个我国家看得多了。就像我们马来西亚人，你去到欧洲，他说有一棵椰树很漂亮，你总不能买一张门票进去看那棵椰树啊，因为到处都有啊，也一样的道理啦。首先我要跟你介绍二齿猪笼草这种品种，它有两颗牙齿，两颗尖尖的刺，很多人以为这个刺是什么，其实它是盖子下面蜜腺留下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颗牙齿尖尖的刺呢，昆虫一在这里享用它的蜜腺的时候，就会越走越得意忘形，那种滑进去里面。而且这个品种呢，它除了那个两颗牙齿，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根藤来到这里会比较粗肥。然后你看，如果把那个粗肥的地方剪开来看，它是空心的。其实在这里面它有一些蜜腺，就是那些花蜜的蜜腺。所以这里有蜜腺，有一种红蚂蚁，小的红蚂蚁就会吃了那个蜜腺，钻进去里面。哎呀，里面还有这样多蜜腺，它就在里面享用蜜腺，然后索性把整个家庭都搬进来了，他们住在里面。科学家就发现这种蚂蚁呢，会走出来呢，在这里附近物色它其他食物，包括卡在里面的那些蝶蛾的翅膀。因为你想象，如果蝶蛾卡在里面的时候，第二只昆虫掉下来有机会逃跑，所以怕把那个翅膀都清掉了，第二只昆虫、第三只昆虫一直掉在教室里头，所以就是他说我帮你清理，我肯定你每天有新鲜的食物吃，所以你只要给提供地方给我住啊，他们那种共生的本能。这里有一个品种，另一个品种是这种很多人称为苹果猪笼草，它盖子是往外开，然后蜜腺都向上了，下雨天的时候雨水就把那个蜜腺都冲走，所以昆虫来的几率比较低。很多人就称它为素食猪笼草，枯叶子啊树枝在野外森林掉下来，它长得整串整揪在一起，所以掉下来它其中一个就有机会吃到。如果正确的方法是应该砸死，因为还是可能有一些昆虫啊斗完啊，或者是雨水还没冲洗的时候它已经来了啊，所以还是有机会的。当有这种素食的，或者有一种那种吃荤的，它就有一种混体，就是杂交出来，盖子是立着。这种立着的呢 ，OK， 它还是有蜜腺，因为刚才那种开的完，没有蜜腺，这个立着还有，所以立着这个蜜腺呢，还是会引昆虫来吃，还是会掉在里头。但是里面的酵素会比较淡了，因为雨水冲洗了，冲洗了里面的酵素，有一种很特别的蚊子，象蚊，它就会里面繁殖，因为象蚊的食物就是这个蜜腺，小的时候孑，它有弱肉强食的本能，它们就会互相攻击，吃掉对方，为了生存，就是你有什么液体在里面，它都会被它吃掉。包括小蝌蚪，所以你看，当它吃掉对方的时候，剩下一只存活下来。也就是说，这里附近如果有黑斑蚊、寨卡病毒、骨痛症那种蚊子在里面繁殖的话，小的姐姐会被这个象蚊吃掉。所以你看，这个生态就是这样平衡回来了。我原本以为猪笼草只会吃虫子，原来猪笼草还有分荤食、素食与杂食。没想到小小一株植物能有这么多的细节，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猪笼草还有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小的时候开始长的时候，猪笼的下半轮会比较大，上半轮会比较细，然后猪笼的洞口和这个藤呢是相对的，而且这个藤是直的啊，当它长高的时候，藤就开始卷起来了，它卷起来就是为了抓住其他树叶树干，慢慢往上漫起来，往上爬起来，所以长出来的是猪笼啦，不一样的啦。下半轮比较细，上半轮比较大的啦，向外的啦，背部啦，藤是在跑到背部去的啦。也就是说，当这里大风大雨的时候，风把雨水打进去里头，
水位越来越高的时候，越重的时候，它就会往外倾，然后就会弹回来。啊，就是说它整棵不会太过重，会不会把它整棵树都拉下来了？升旗山道地的品种，白环猪笼草。你用手摸出这个白色环线啊，它感觉不一样，它比较像纸的感觉，不会像植物那种油性。其实这个部分呢，它就是吸引白蚁。白蚁过来，白蚁在这里物色它食物的时候，在这里吃享用的时候，它在这里游荡的时候，就有机会掉在里头。也就是说，升旗山这个品种针对白蚁，会吃白蚁的。我们会针对这个品种来做化验，我们发现里面的含钾量蛮高的。猪笼草是一种很特别，雄雌异株，也就是说，这一棵如果是雄的，一定是开雄花。雌的一直开雌花，它不会说像一些雌性植物，这一段是雄花，这一段是雌花，它不会。从小的时候你看不出，你分不出来，因为都长猪笼，都长叶子，都一模一样，只是它开花的时候花的形状不一样。你看这个花呢，我采一朵下来啊，你看它花瓣有四片花瓣，然后就是一根，然后 花就在尾端。雌的呢，四片花瓣啊，尾端的粒好像米一样的，比较肥的状，所以当这个花粉把粘过去的时候，这就是成功授粉了。你看，好像这一颗里面这些都不成功啊，只有这一颗成功啊，所以它里面的种子呢，就慢慢长到它成熟的时候爆开，靠风力把它吹了，掉在水台上啊，那个其他植物叶子上面啊，那个树干上面它就会长。刚才我说我们里面它的含钾量高吗？所以有一些传说可以治这个治那个，但是都归传说，除非你有临床或者你有真正的把它分析出来。最近我们分析出来了，可以发现它有对癌症有一个特一定的功能。但是还在实验阶段，这个叫来佛士猪笼草。来佛士他是一个探险家，他发现新加坡这个小岛，而且他也是在森林里面走动，他发现过来佛士大王花，而且他也发现过这一棵，所以他们把这个植物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来佛士猪笼草。所以他的生长期呢，都是在新加坡。我们马来西亚南部这一带，猪笼草它是属于叶子嘛，所以当它植物越长越高，旧的叶子会枯，它从这个猪笼这里慢慢枯起来，枯到整片叶子枯完。你现在你用手往这里推，你比它比较粗，往这里推呢就不一样了。就是为什么昆虫会被它引进滑下去。So far it looks good.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And last time I came here around January, it was closed. So we got it. Was quite curious to see how it looks, cause like it's very nature place. And this time when we came upon, they say it's open and the staffs are quite friendly. So we asked what's their best selling, and they said try the chocolate, their sandwiches and the cakes. And the ambience itself is really good. The seatings here, we got lucky. But as far as the ambience wise and atmosphere wise, both of us are really having a good time. I love this place because of the green and the nature, and the places, the view and the environment was very nice and healthy. 我们就是喜欢来这种，我们就拍拍照啊，像这些有风景这样子，我们就来这里哦。那你们会推荐？人来这个地方会 很就是人也很热情，然后也是很有特色，他的食物啊都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目前这个现在发展成这样，有没有按照你心中的那个蓝图？有，只是那个步骤比人慢了一点。因为时我们的发展跟我们的经济来源会有一些两头的方向，所以当你要发展的时候，经济来还没来呀、所以你就要等，这个是一个期了。然后第二个时候，有时你要发展的时候，
有一些阻扰、阻碍，就是说可能官方方面啊，可能这里附近的居民的反对啊，可能你惹到人家不舒服啊。因为我们这里是森林保护区，每一块东西呢都要很精致、很小心，不能触犯那个森林法令。污水，你要留的地方各方向，因为这里是蓄水池啊，你就不能把那个污水留在蓄水池里头啊。改天一进过一头一轮头是糟糕了，他马上把你盖掉。还有就是说，当这里的附近的这种生态，如果你在污染了，没有昆虫啦，没有鸟啦，整个生态系都不一样了啦。然后那些昆虫、那个鸟、那些小小动物都不来了，你坐在这里跟外面没有什么两样了，没有那种森林的感觉了。我刚到这边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桌子真的非常特别，它不像一般的桌子，一般桌子就是一个平面，不像前面两道板。为什么会有这个桌子？我一个启蒙老师，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A table is not a table， 一张桌子不是桌子，但是可以当做桌子用。啊，这个是概念就从这里来了。我想问这个凹槽是什么？这个凹槽其实就是我们不小心把那个咖啡弄翻的时候，它不会影响到里面的植物，而且比较容易冲洗。而且我们把那个东西垫高起来，然后一些植物在里头放一下玻璃在上面，所以你就有感觉这里有一些深深的草在里头。这个草是我们刚刚在里面看到的、那个、对，那个水苔。其实这水苔植物有的地方是适合栽种的，只是我们有时我们忽略那个浇水的过程，所以我们就哎呀种不到，这个植物种不到、就非常简单啊。所以它其实很好种。对，只要它有水分和阳光，就好了。这是我们的水苔球，其实我们把那个水苔呢把它弄起来，把它弄成一粒球这样，然后过着就是有一种感觉，不一样的感觉，一些圆的感觉，这是园艺设计的一种啊。这个水苔其实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之一，而且它提供的氧气是最多，所以你说它的功用呢，其实它就是吸放氧气。我们都把它用一个特别的做法，不用花盆栽种植物，把它好像弄成一颗球。你看阳光充足的地方它比较硬啊，阳光不足的地方你看它比较软。所以很多人误解以为这个植物一定要在阳光不足山上啊，其实山下可以种到的，只要水分足够。看这边的环境，我觉得很适合做那种民宿啊。有没有想要往这块发展？其实目前还没有。山上这里已经有这些民宿了。所以我们如果再往这方面，就有一些冲突。第一，第二，森林保护区里面，如果你要弄一些民宿，不简单，污水的排射，然后保安方面都很小心处理啊。你总不能今天盖了民宿，明天你的顾客发生一些意外啊，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就很糟糕啊。目前我们没有这种房，没有这种打算。老板，因为我这样看了一圈下来，我觉得这边假如晚上再打个灯啊，然后继续营业下去啊，应该很漂亮啊。那你晚上有做吗？其实我们在晚上不做啦，我们总要把这个空间留下给山上那些小动物啊，这些动物们啊。因为毕竟这是他们的家，我们已经来打扰他们的家了，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留回给他们啊。人造小溪里面，我们用回本地的物种，本地的小鱼，所以那些山上那些它的生态都回来了，青蛙吃螃蟹都回来了，蛇吃青蛙都回来了，有一种很特别的螃蟹会躲在里头。因为你看很多啊，栽种这个植物的人，就是要用，因为用了太多农药，把那个螃蟹都吃走了，所以他们每次都会受到市政厅的罚款。因为你养蚊子啊，他市政厅就开个罚单给你啊，所以就是因为少了这个环节。你看这棵植物呢，它在水里面，它是属于狸藻类，藻类的哈。你看一层好像细细的，你看它根部呢，你可以看到不难发现一粒一粒一颗好像沙粒的，在根部这里，其实这就是它的捕虫囊。当昆虫或
或者是一些微生物一靠近，它就会把它吸吃掉。所以你看，森林里野山里面，湖、池塘和那个水源都很干净、很清洁，这是其他工程之一啊。这里有一棵我们这里的山上道地的胡姬花、兰花，拖鞋兰。拖鞋兰，它就找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平原种不到的、啊。因为我知道市面上会有人卖兰花，那这个卖很贵。其实植物贵与不贵是以人的要求，然后以人的审美观来定价钱啊。所以这种呢，早期很专业自私的人会把它偷采了，卖到国外去。其实它是我们升级山的道地品种。嗯，蝎子在我们大众的印象中是有毒的，没错，只要是蝎子都有毒，但却有分毒性的强跟弱。今天梁老板要来解释蝎子的特性，绝对会让你们刷新对蝎子的印象。哇，嗯，我不敢了。它是这只是怎么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它的尾巴？但是不要紧，没有什么，我们给它折挂啊，就像好像打了预防针，关键你按下，哎呀，早上我去诊疗所打针，就这样的感觉吧啦。它也不会说像其他会肿啊、红啊、痒，它不会。它的毒就是说比蚂蚁更微，啊，已经没用啦，因为都用手臂啊，所以尾端都没有去用啦，所以它就一代传一代慢慢退化。枯叶蛙，这个海拔要差不多600米才有。那这个它吃什么？也是蟋蟀。蟋蟀。通常我们养在里头的吃蟋蟀呢，那个蟋蟀我们要给它吃那个 calcium。哦。因为它不够那个钙质。嗯。如果啊，这个动物你养在里头呢，它就会骨头比较没有这样健康。嗯。而且你看青蛙，它皮肤很敏感，如果我们手上有油性啊，有那种化学。会影响到它的生态。它这个是用皮肤来呼吸的。对，青蛙是这样。你看，我们特意在这里弄一个祈祷室。其实，这个山呢，你看从外面看下来，它是一个斜坡下来。但是这个某种原因呢，这个地方已经被切掉、破坏掉了啦。所以它没有再这样斜上去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公园弄起来的时候，又要复原，所以我们把那个地上都拉高了啦，然后这里特意弄一个祈祷室，所以你看从外面看出来呀、啊，你看到整个山坡还是这样斜下来，好像没有被破坏过的这感觉这样。创业这样一整个途中，你有遇到什么困难？经济方面是最大最头痛的东西啦，因为钱没来，万事都推不动。然后地方也是有时候靠运气，刚好这个地方呢是还没有人拿下来，如果被人家拿去了，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机会一直在准备中，如果是等待机会就糟糕了。盖这个整个园区，它不是一笔小数目，它是在花费很大。那我想问一下老板，是怎么筹组到这个阵容？要组织这个资金起来真的是很困难。我有几个朋友就是都很看起我这种建业的方式，而且很喜欢我那种理念，有一些共同的理念，所以他们就很欣赏。然后说他们就可能说，哎，我就拿10000块来支持你，但是你要记得啊，如果有20个人拿10000块啊，你就20万了啦，所以那个不简单啊。但是你要让他们对你的信任，要很重要。你总不能20块拿放在袋子啦，然后你就过翻脸不认人，那就不可能啦。在创业的过程中，政府有没有给你们补助？一点都没有资助我们，只要他有一些官方文件能批我们。合约上啊有批给我们，我们就真的很高兴了。你不需要再靠一些我们说私底下那些交情啊人脉啊
只要你把你的计划书呈上来，他觉得你没有违反他的生态的理念，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政府的了。因为您刚刚说政府没有补助，那假如政府在这方面有补助的话，你会怎么用这笔补助进一步的去提升这里？其实有，如果有这些补助金呢，去启发或者去找出这些植物的背后一些为人不知的那种功能，药用功能啊，可能是它对某种动物有什么重要的环节啊，那些东西。现在年轻人想要创业，那您会给他什么建议？理念很重要，兴趣也很重要。所以当你有兴趣有那个理念的时候，你走的方向啊，通常和现实是两回事。所以你太多现实你就没有那个理念，太理念啊，太有那种想法的时候，你就失去那个面包了。所以你要两者就抓得很稳。就比如我这个公园哦，我这个公园你看要本地人很简单，你要叫他花费买票进去看植物，他就哎呀什么好看啊，这些植物都有啊，我都种过啊，我也在菜市场花市场都看过啊，没有什么特别啊。第一，第二，如果你再说哎要买门票啊，还要花费啊，他们绝对不会进去里面。如果是外国人就不同啊，他情愿不在这里花费其他饮料，他就是要进去里面观赏你这里的产品。所以我这里有这个小小的咖啡桌，就是平衡两者之间。所以有咖啡能够赚钱，有公园能够现实我的理想，所以要抓得很稳在中间，不能污染整个咖啡厅，也不能放弃我的理念，所以我就在中间。而且第一，你一定要有一个收入，那个收入会维持你的开销，所以那个收入很重要。但是那个收入如果太商业化或者是太现实化呢，你会失去很多顾客，然后你就会影响你的公园里面的理念。你想当初你想造业啊，创造那种理念，那种环境，这个收入一影响到里面，你就弄不成了啊。所以要真的很小心，要是要做得很稳。你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这边的观众说的？坚持你自己的理念，不要迷失自己。当你第一天你的建业那些理念你的承诺一定要坚持住，你不能为了某种原因或者是因为你的收入来源经济来源有一些困境的时候你就走另一方向，违反你当初的理念啊，那个很重要。你看我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多人支持，为什么会这样多媒体会来我这里，因为我不单单是在商业这方面，我比较跑教育性那种。参观公园我们会给你一些猪笼草的那些教育，那些生态带动那些知识啊，那个很重要。然后这里我们会弄一条小道，然后你看这里我们特意弄一个小树屋。其实我们的用意就是盖多两三间这样树屋，好像一些外来的那种背包客啊、学习者啊，或者是打工换宿那些外国人可以住在这边。对，就住在这里，把那个新思维带进来，有一个学习空间然后提供这样的好像书屋给他们方便，不需要说哎呀晚间我在这里待会我怎样回呀，至少一个地方给你在这里休息过夜啊。其实是我们花园的第三期第四期的发展，现在目前我们都是把那些植物比较稀有的储藏在这里，或者一些我们正在做观察中的食物我们创造在这里。有些学校小团体啊，他们可以大家拥一棵猪笼草，我们就教他怎样种，种了他们拥一棵猪笼草可以带回去。他们那个配套呢，来的时候是空手来，回的时候满满知识，满满还有一棵猪笼草。今天我能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要很感谢我的内贤珠、嗯、我的太太，其实她的是我最大的支持。 OK， 今天来到 Monkey Cup 真的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哦，不只学到植物相关的经验，更学到老板的创业经验。老板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你的初衷，不要偏离原本的那个轨道。那总之建议大家以后来圣奇山的时候来这个 Monkey Cup， 你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除了植物相关经验啊，你也可以感受到亚洲人的那个热情。 OK， 谢谢。最后我也有个大问题，猪笼草的外观就像一个猪笼，所以中文是以其外观命名，那猪笼草的英文 Monkey Cup 中文直翻猴杯是从何来的呢？我想大家也是充满疑惑吧。 Monkey Cup 这个名称的由来是由猴子喝了猪笼草补文瓶内的汁液被观察记录下来，因此猪笼草就被命名为 Monkey Cup， 中文直翻猴杯。这样大家学会了吗？